宋国还是不能是女生的，所以就安排这出剧情给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台下有观众表示非常的赞同。那昌烨目前，现在是不是出很多 Seba 了？是这么喜欢 Seba 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从小学六年级开始接触06版的背景系列的 Seba， 然后 Seba 这个角色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女性角色类型，所以直到了现在，我有了足够的资金可以准备这个角色之后，就开始累积它的作品。所以接下来是打算要把 Seba 全释放，是不是？可以这么说。所以可以说你们就是两位 Seba 厨。跟奈须一样，我是男的 Seba 厨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哇，那之后如果 Seba 全制霸之后，会不会出一个 Seba 写真集？这个可能要看一下。那出个男的 Seba 写真集好了，最好是泳装版的。下面应该没有人会想看这样。说不定有市场。有举手，我也要，我要。太好了，有私分。还是你要给他500块？你是不是又给他500块？好，那接下来是为什么？哦，没有，其实我一直有一件事情非常在意。我想请问，有人说过你长得像浩浩吗？酷，博士。浩浩来到现场了。这样我这么觉得，我跟你讲，在后台啊，他还没有戴上假发，戴上假发就像外国人。他没有戴假发的时候，头发是普通黑色的 QQ 的嘛。我说，浩浩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昨天真的很过分，就是我们都还没有捋任何问题，那主持人上来第一个问题就，我大概可以问你问题，就是我可不可以问你，你长得很像浩浩，我是第几个说你像浩浩？然后隔壁我大堂就直接去是有四像浩浩，直接出卖打。大家可以去看他平常的照片啊，我觉得是有大概87成像啊。八七。好，那我们来聊聊，就是两位当初是怎么接触到 cosplay 的呢？我当初大概是高中时候吧，然后我有一个一起画图的绘师朋友，他现在是绘师，然后他就问了我一句说，我想玩 cosplay， 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？然后那时候想说，其实我对这方面有稍微有点兴趣，然后就跟他一起玩。然后到了现在，反正我还在继续玩，然后他已经脱坑，然后转正式当会师这样。那换神代呢？其实我是今年才真的开始玩 cosplay， 然后因为我的 CN 他后面两个是坎叶，用日文的念法是 Oliva， 然后我第一个角色其实是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 DC 漫画的绿箭侠，然后绿箭侠本名就是叫做 Oliver， 然后又真的很喜欢他，但是就直接叫神代 Oliva 好像很奇怪，然后我就把 Oliva 三个字打去片假名开始一直找，OK 这看起来坎叶还蛮屌的，然后就拿来用。所以本来是有可能变神代奥利巴，神代奥利佛，开玩笑，变成奥利多也可以，还是神代浩浩？自录，这个我 FB 回去看一下审核制度可不可以？我再看看。好，那请问两位有粉丝团之类的可以关注你们的作品吗？我的是那个奥利亚 Tina cosplay。奥雅，然后 TW cosplay。我的话，因为个人是个很懒的人，然后就是我真的有想过要创粉专，然后后面有一堆认证，我打开来看了3秒，哇，然后就关掉了。也太懒了吧！专业经验。好，那平常目前出 cos 是不是都会跟昌烨一起出吗？其实只有这个角色会，只有这个角色会跟他搭配，但是因为。我们光是大家如果在座有在玩费的，应该知道他有一堆衣服，一堆不懂哪里拉扎的东西，这个是正装，然后还有比如说西装啊，比如说几周年的东西一大堆，所以我们两个其实不是只有单，还常常会没有换西装嘛，都是之类的。哦 ，FGO 太多坑了啦。讲到 FGO， 是不是有新活动？对。你有没有抽？昨天 BOSS 还留个十。你还有十连是不是？其实昨天我们在后台有在讨论啊，然后他本来说，正好 FG 有新活动，要不要开来抽？我说啊，既然这样好了，既然你都要上台了，你要不要
在台上借一下大家的气，来个十连抽好不好？哎，大家在台上气一下，气一下。你难得都输了嘛，要不要台上爆死？然后回报一下大家有没有中？我觉得爆死的几率非常非常高。那个圣杯借我一下。算是一个小同乐的活动啊。跟大家借一下，圣杯借我抽一下。跟大家借一下大家的欧气。那因为我是打日版的，各位帮我。圣杯是送给你的。威力太大了，刚才 XK 把有点不吉利，你确定？因为那我是日版啊，这看起来就是欧气代谢。不要讲黑真的，我真的抽不到黑真的，这个词里面没有。你手套有办法抽吗？可以，我这边有。那、啊、因为我没有办法输出，所以他直接抽我，跟大家报告结果有没有中。我这样。摄影机有没有办法 take 到？摄影机抓得到吗？其实我都不知道中什么东西，因为我昨天是 boss。有啊。有三条线的时候，大家叫一下，好像很普通。滑球了，他有办法全部一次跳所有的结果吗？金卡，啊，那是啊，没事。大 boss 是不是？有没有办法直接跳到最后的结果？然后要等他转。刚中了什么？有中吗？有中吗？好像三张四星的样子。哇、哦，所以在台上抽还是有比较欧的啊，大家有欧，来点掌声好不好？有欧，感谢大家的欧气。有欧，没错哎。所以以后都要 cos 来抽卡。对，大家就是尽量来打舞台，然后最好就是出另外一个沙发，让我可以好好打一下。Okay, 不然今天被抽爆，我真的有一点怨气。好，大家记得活动的时候，不是大家记得给他们一点掌声好不好？对，那我们再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亚瑟性别站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 cos。